李玟依照曝光福利名单惊见大咖天后，家属拿遗物遭刁难，怒杠偷心安。我知道 Coco 的粉丝是遍布全世界，也有很多这次是不能来参加追思会，所以31号的4点钟我会在这里有直播。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，让我们一起陪 Coco 走这最后的一段路。逝世的歌坛科后 Coco 李玟将于31号举办追思会，二姐李斯林也在 YT 发出影片预告，当天将开直播与粉丝一起陪李玟走完最后一段路，并抛出一段回顾影片。也陆续公布李玟遗照与讣文，只见李玟穿生前最爱的白色上衣，长发飘逸，据悉这是两个姐姐一起挑的照片，笑起来就像个天使一样。只是讣文上除了两位姐姐李秋玲、李斯林以及姐夫的名字外，依旧不见偷吃安 Bruce 与妓女名字。据港媒报道，李玟生前因和 Bruce 已经分居，家属想去拿回李玟生前最爱衣物入殓遭拒，职员坚称家里没有衣服， Bruce 又刚好人不在香港，家属错愕打算报警，这才收到两箱遗物。二姐李斯林也在日前曝光李玟告别式的福林名单，除了姐姐、姐夫，还有资深音乐人姚谦与昔日挚友们，更惊见香港歌后珍妮，不难看出两人的好感情。